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因此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所以点解我哋睇翻旧约嘅时候，我哋其实一路都冇谂到点解会有嗰个群体，而点解末世先至有嗰个群体，而嗰个群体要全球都要去，并且吩咐一定要出于佢，冇其他噶啦吓。并且复兴之后咧，个个全球都要带晒佢哋嘅资源去吓，而并且神会光照呢个群体。而呢个群体就叫石安，佢嘅唯一。点解呢？原因我哋冇谂过就系，今日喺神创造人类历史当中咧，喺全个人类历史当中系只有一个唯一系能够达到终极嘅，佢哋就系 champion， 佢就系冠军。即系直成神唔会将呢个荣誉同埋将呢一个嘅预言咧去俾季军或者亚军，因为点解咧？因为原因就系话神要全球去学冠军。因为冠军比即系喺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咧，我相信你将来会明白多啲。就系呢个冠军咧，比季军同埋比亚军系劲好多倍嘅。即系季军同亚军咧，都要受好多恩典底下，先至攞到季军亚军。而呢啲恩典咧，多到嘅阶段咧，神决定咧个小孩子被提之后咧，呢啲季军亚军咧，殿军咧，你哋吓挨多1260好啲，系咪？因为根本系不配嘅。佢哋淨被提都不配，咁所以变咗点解会有一件咁嘅事？原因就系神系预定咗，亦预知佢亦安排咗，全人类历史当中只会有一个机会，亦只会有一个群体，会有一班人。即系如果有一日啊，我都离世啦，啊或者好多领袖离世，咁你哋要做就睇下一个复兴，系咪？你睇下一个复兴喺边，然后一定要去 join 佢，又或者甚至你哋就系嗰个复兴啦，系咪？咁人哋就要 join 我哋，因为我哋有生之年。直至到主返嚟之前，再过多可能100年、200年、500年，都每一个系基督徒嘅话都要搵呢一样嘢嘅。但只不过就系神不断印证，即系我哋就系呢一 group 咋嘛，系咪？咁所以变咗冇错，即系讲我哋系呢 group， 真系讲出嚟嘅话，喺成个基督教文化嚟讲呢，话你仲唔系异端咁样，但系冇办法啦。呢、这个我哋就咁讲共同信息嘅时候，都系讲紧呢样嘢㗎嘛，系同一个题目。咁所以变咗俾你就知道啦。就系话，总之个冠军同季军、亚军、殿军咧，争好多倍，随时争100倍啊个级数，系剩100倍啊咁样咯。因为点解？因为呢个群体咧系已经包含咗，你记住，你知唔知季军、亚军嘅群体咧争个倍数咧，即系同嗰个辛苦争个倍数就系、是、季军、亚军、殿军群体里面冇一个人有资格做宾客，你净系谂下争几远啊？因为被提嗰个咧。是包括辛苦同女同埋预备参与嘅宾客嘅。咁你谂下争几多？你如果话争一倍，你简直对神成个信仰系个侮辱啊！直系个侮辱啊！你知唔知道？因为辛苦同宾客都唔止争一倍啦，随时100倍都唔止啦。何况嗰啲连宾客都不配，要喺1260里面挨嗰班，你立话佢同辛苦系排第二啫，嗰种第二法都真系几疯狂喎！嗰种喐下就要落地狱嗰种喎，明唔明啊？所以你唔好轻看神所俾呢个标准，因为嗰啲宗派真系垃圾得好紧要吓，咁、样咯。咁所以如果你问翻就话点样先得，就一定要揾到神喺嗰个时代当中俾你知嘅真命天子，俾你知嘅嗰个小孩子，咁独一嘅啫吓。咁而并且就系真系到被提嗰阵咧，系唯一嗰一代冇噶啦，即系世界结束嘅时候。就是、那個 group， 所以變咗你睇到神要我哋講異端信息之後，跟住哇，所有關於世界末日嘅印證就出曬嚟啦。其實就係因為咪雙重印證啦，因為如我所講啦，喺世界末日嘅時候只有一個群體嘅啫，係唔會有十個，亦唔會有兩個，一個半都唔會有，係只有一個。而呢一個就係 only one， 係唯一嘅，佢唔係嗰個世代嘅唯一，佢係全人類歷史嘅唯一嚇。咁而呢個唯一咧，就係神根本係製造歷史嘅真正目的。咁所以变咗，你会睇到咪有冇印证？印证我哋就系时间中嘅绝对存在啊！有，有冇印证就系身边所有嘢围住我哋转啊？有，有冇印证就喺人类历史当中，自从有人类历史当中，关于我哋嘅印证系未停过？有，就系咁解啦。因为呢个唯一性咧，唯一到一个阶段咧，全人类历史都系为咗呢个唯一而创造嘅，所以佢就可以成为一个结束者，而甚至世界结束嘅所有灾难。都是为了去锻炼他的信心啦、宣告啦、权柄啦，同埋将来掌管列国的这个情操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肯定啦，当然最尾
嘅考验咧，就系、是、呢个大复兴当中，我哋又会唔会巴烂咗咧？明唔明啊？呢、这个就系嗰个问题啦。咁所以变咗呢个咪就系我哋预先要学定、教定，而并且我哋就算几大复兴当中，啊，我唔会走上去变咗另一个嘅郭培理啊、Benny Hinn 啊、受尽荣誉啊，去转我嘅侍奉，因为想威下咁样，唔会啦。我哋定咗喺成功之前已经定咗，神要我哋喺成功之后点样自处，因为区区嘅世界嘅王座啫嘛，区区嘅呢个世界有嘅财富啫嘛，边及得永恒里边神俾呢个世界之错嘅补助啊？边有比啫？系咪先？咁所以喺我哋呢个之前就，你冇谂住我哋嘅考验系终结，真正复兴嘅时候，你先受到以利啦，同埋呢一个嘅大卫咧、所罗门啦呢啲考验。喺大复兴嘅时候咧，你系王者嘅时候，你会唔会过唔到所罗门嘅考验咧？系咪？因为神点解用所罗门去建呢个圣殿？其实第一个所罗门咧系过唔到你嘅考验，但系最尾个所罗门就得。神都期望，所以变咗我哋所讲嘅所罗门嘅锁匙。就是呢一个好得意啊嘛，就是成个我哋所讲緊香港我哋呢一个码头角度十三街，就是所罗门锁匙嗰个标志嚟㗎嘛。即、就、係、是、因为所罗门锁匙就係猎户座经过金牛座个 V 型指向呢一个嘅大太阳之星，就係、是、叫做所罗门锁匙嚟㗎。自古以嚟呢个就叫所罗门嘅锁匙嚟㗎。咁所以变咗我哋咪就係神用所罗门锁匙去讲我出世嘅地方。咁样啦。但第二个嘅所罗门一样系建殿。但系呢个建殿咧，佢哋嘅建殿咧系会 pass 得到历史上 pass 到。点解佢哋 pass 唔到啊？因为佢哋唔系 the one 啊嘛，佢哋只系一个影儿嚟嘅啫嘛。甚至连嗰个圣殿点解会被拆啊？因为个圣殿都系个影儿嚟嘅啫嘛。吓，真真正正嘅就系神所等紧一末世嘅时候，要被提到去圣殿山嗰一个辛苦，嗰、那个新耶路撒冷嗰、那个圣殿，嗰、那、一个先系真啊嘛。咁所以全人历史都系等紧而家呢一刻嘅，其实。等紧我哋呢一代嘅，但如果按住咁多共同信息，仲有全人类史等紧石安，由我哋开始至到我哋今日，咁所以变咗而家咁睇咧，所有共同信息都有证明呢样嘢嘅就系，哇！真系我哋开始教会嘅时候，我哋都未出名啦，已经个 Back to Future 一路引证到咁疯狂，即系其实原因就系神会用到咁样嘅方式咧，唔系逼不得已佢要用咁嘅方式去引证教会，而系因为佢其实系极之想嘅，喺未有日华出世之前。甚至未有香港呢笪地方承认之前，神已经开始一路一路印证呢笪地方嘅原因呢，唔系逼不得已，系一早系佢计划嘅一部分。而呢一个系最终极嘅计划，所以用最特别嘅方式去印证。今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因此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跟随我主，我心真诚我想，后发主却中是我心中思想。跟随我主，上帝荣光照亮，随着我主指引，坚守这方向，愿竭力在信仰路挑起作榜样，期望尽献出身心灵，尽意尽气息摆上，生命又像韵律动人，似乐句诗章，将信我爱分享，莫记俗世保障，期待那日无悔无愧交账，诚意将心献上。